这第几关啊？忘记了。54。好、哦，那我们今天打到第6章啊，然后休息。哦以后我们打完可不可以直接都买 RPG 啊？好啊，这真的有点夸张啊！我都满了，干，左恩的。走啊！我听到怪物的声音了，啊！干，又是蟑螂哦！等一下，那边有很多小兵。我起来。那些小兵，等一下啊、哦，看一下，看能不能榴弹干他们。那我们冲防弹背心啊。我靠！一发火焰榴弹不会死啊！前面有蟑螂，我不太敢过去啊。死光了吗？离开。等下有蟑螂的话，要不要试着打看看？好啊。哎，靠，被蟑螂了！我先给他一发，我先给他一发，推一点，推一点。打他肚子白白的，肚子会有白白的。飞啊！不怕火焰弹啊！小心被抓到！感觉比 BOSS 难打。白白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没路可退啊！白的，死了，没有，白白的，死了，发蟑螂，恶心死了！为什么游戏中会存在这种怪物啊？这对精神伤害实在太高了、啊。一个屋子，房间，进得去吗？呀、啊，等一下，对面有怪物，不，先进去，先进去。啊，看来你进去就锁门哦。外面在对我开枪，他妈你就直接锁门。没关系。电击榴弹，电击榴弹，把组合一下。好、啊，我先把我这一发用完。谁开门啊？怪物会开门啊！退后一点，退后一点，我要发。我觉得奇怪，他妈怪物会开门啊！来他！哎，我踩空了啦！你一枪打下去，那个人的头动了一下，结果我踩空了。你身上应该也没有空间了，对不对？对啊。你有一把步枪没有子弹，你刚刚怎么没有放到那个包包里面呢？忘记。走吧，走吧。斩光弹是蟑螂的弱点。哦，靠背啊！意思就是说，这个游戏中其实昆虫怪都可以用闪光弹解决的。妈的！有蜈蚣，有我看到，我刚把他头打爆，我觉得他变蜈蚣了。嗯，没敌人了，走吧。有，靠腰啊！这边躲一下，这边躲一下。他另外一边。他跑掉了，滚！他正前方，滚屁哦！下去。哎，蜈蚣来了，哪里啊？走过来，他走过来，他走过来，哎，
他头没有爆就不会死，头打爆才会死，好吧？麦格农子弹，靠腰，我没有那个主轮啊。这个房间呢？进去找东西看看啊。需要物资。好多东西哦，宝库啊，大秘宝啊！开一下这什么？哦 ，H and K， 这也是来福枪。PSG 狙击枪哎，你已经有了，还是我拿？干，反正你也没格子。对啊，你身上那把枪真的要拿，先去拿去放啊。枪这么多，却没有子弹可以用。五发，给他，拉给他，拉拉。这个是要开启电源啊，对，等一下又要从苏东在那边过去。还带一蟑螂。电击不知道对蟑螂有没有用啊？应该跟那电击棒一样。那我是不是应该先换？有，你后面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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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白白的，靠！怪物太多了吧？肥仔，肥仔啊！哇！打他白白的，打他白白的！我这次怎么死这么快啊？快跑，快跑啊！用房子做掩护，肥仔啊！房子做掩护啊！他们在哪里啊？不知道。哎，过来！肥仔又可以用电击棒打啊，对啊，看，可是前面好多怪啊！哦呦，靠，被拔了、啊！就等狙手的。你要不要先把后面那只打一下？白痴啊！你要先打后面那只啦！他丢拔了，我们怎么打啦？那你一直被炸哎、欸！我打肥仔，你打前面那只。肥仔挂了。肥仔掉宝了。他怎么没有消失啊？刚刚那种情形，你要先把后面那个丢巴拉的打死啊！看，这样我才有空间去打肥仔啊！要去吗？这怎么过去啊？按拉杆啊！这拉杆刚刚不是有电了？这边啊！拉过啊！哎，哦，可以跳吗？啊！可以跳吗？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不能来，再来一次。给他让我一个人过去吧，让一个人过去。好悲啊！这还要等他到底，然后才一次回来。这个就不能一次到底。靠腰，那个黑人在哪干？那个黑人在停止啊？哪里啊？那边刚刚被我射死。我刚刚看他，你拉一次，然后他也跟着拉一次，他就停止住。他是在跟我玩半加加酒就对了，大家互拉。在那边捉弄我，先上去，上去啊，上去，嗯，然后我让你过去，这样，我就不能搬的时候，然后直接跳上去之类的都不行、啊，帅气的跳上去，不行啊，我刚刚冲了也不行、啊，但你当黑人啊，你要回来吗？我先让你回来一点啊，哎、欸，回来啊，你跑去哪里啊？白痴啊，你干嘛下去啊？哎呦！就我枪，他两个拿盾的，你怎么对付啦、啊？你去搬，你去搬摇杆，我已经在上面了。你去搬摇杆。我被两个拿盾的卡住了，等一下，等一下，我从后面打，等一下。哦，靠背，无功，他妈无功！我一发打下去，两个都变无功。好了，不用跳下去了，可以了，可以了，去搬一下，去搬一下。看，有时候小欧龙，我觉得你的行动真的有点蠢。你刚刚就没有想过说我会把摇杆平台放在中间，让他们打不到你，然后你就可以在中间开枪射他吗？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吗？那是战术能力超差的。我枪没有。
查一下子弹。好吵啊！冲锋枪，冲锋枪给我一发，我补下子弹。冲锋枪，冲锋枪，给我一组。干，怎么全部给我？你补啊，你补完再给我不就好了？啊，对啊。我觉得席娃在换枪的时候声音好猥亵哦。你换枪，你不要动啊！你不要动，然后换枪。有趣吗？我看到谁？等下，又是黑鬼就对了。靠北、啊！阿 BG 去，欧飞啊！阿 BG 轰掉啊！他哪里？他在左边，左边，右边。哇靠！哦，没事啊。没矿血、他死了吗？哎、欸，他要换弹，要不要射进去了？要不要射进去了？该死了吧！前面有人，前面有人。自爆兵了，他身上绑好多拔了。刚没死啊！我负责挡你旁边的，然后你打 PG。我从另外一边冲过去。死吗？该死。有一只蜈蚣来了。另外一个拿 RPG 的。RPG 的，靠腰啊！还有拿 AK 的在挡我。哇哇！哦，没事了。你要过来吗？这边应该还我在没事，我在没事。小心拿 RPG 哦！有，滚！有，我看到了。你可以过来了啦 ，RPG 应该死光光了。我没有看见那个瞄准线呢。又一只蜈蚣了，死光了、啊。还一只蜈蚣，从里面走出来。里面还有个蹲在那边的，打不到。还好一只。闪光弹，等一下，哪里啊？房子里面吗？对啊。你要声音了。你打盾有屁用哦！你进去绕，你进去绕，然后我可以打他屁股。蜈蚣，这个踩不死啊！挂了。你要闪光弹吗？啊好啊！哎、欸，我没空格了。看我的，我的散弹枪跟子弹都手枪都快没子弹了。完。你捡一捡，我没有空格了，来不及看了。他说所有研究都要拿离开这里，全部都要带走，好像是要撤离前的文件。你可以开吗？你可以开啊。不能踩啊。直拳，身上真的没什么弹药、啊。我给你三枪子弹，啊，补一下。没格子给屁哦、喔。I need a grenade。我又不能给你。哎、欸，可以这样换哦、喔。可以啊。我都不知道哎、欸。然后呢，子弹要不要给你啊？不用不用不用，你十发、喔，我满了。药草、没有的合成。你三枪子弹，你捡一下。我们又回来，又回来刚刚那个实验体那边了。他在干嘛？不知道。才三枪子弹满了。算了，走吧。刚刚才在那边打过大蜘蛛嘛，他好像是从下面掉下去的。对啊，这边不是打蜘蛛的地方吗？另外一层这样。
OK， 要科技一点，按一下。不要让旋转了。咖啡杯，高科技咖啡杯，靠，有好多怪物啊！有那么重？我们这个要旋转到哪里去啊？在上面吧。没有，我没有在提升啊，你有发觉吗？只不过就是，哎、欸，有啊有啊有啊，哦，有在提升了。停了。它就不能直上直下吗？一定要这样转圈圈，很难打哎、欸。黑人，黑人把我们停住了。又在那边玩拉杆了。哪里啊？那边。No, something stopping it. 到底有没有中？我不知道，太远了。拿这个榴弹在飞的时候实在太远了。好、哦，有人订阅哦，谢谢。No air hole， 一二三。哎呀，难打哎、欸，在转圈圈的时候。玩遥感，那个黑人根本打不到啊！互相超难打的，这是在练准心瞄准度就对了。No L 号号一二三，你觉得你打得到吗？哎、欸，停了停了，是有黑人在玩我们的升降台了啦。你睡也这样玩？在哪里啊？停了，妈的，只是没往上，然后在原地转。他、啊、在哪里啊？啊，这边啊，正前方，正前方。就这个吧。成功了吧？这一个的吧。没有了、啊。为什么这么慢啊？坏掉了、啊！哎、欸，到、哦、还有声音啊！还有声音，那个是没有打死的小怪而已吧？啊，这边啦、啊！去死啦！没中，没中，好破、哦！啊，成功了，要重见光明了。海战要到了。一直在转，好烦哦、喔！为什么不？我又重复了一次，为什么不直上直下？我还要再问一次，为什么不直上直下？想让玩家头晕。对啊，是卡普空的阴谋。到楼梯了，上面有人来了。前面应该会停哦、喔。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哦，你不小心一点嘛，两个拿机枪的。有点痛。看，你直接肉身挡子弹，废话。嗯。不行啊。有啊，最后一罐补下，你不要浪费补血好不好？肉身挡 AK， 撩血撩超快的。没有没有，先进来先进来，但是不要理他了。理。又到土城了啊！出来了吧？是。我回到遗迹来了，结果搞了那么久，我们还没出去啊！ If we want to find out, we're gonna have to lower that bridge. Then we need to locate the controls. Maybe they're in that building. 他说这里有更多的废墟，还有遗迹。如果我们继续往前走的话，应该可以找到出路。
那我们必须先把前面的什么桥放下来。这是没电对不对？对啊。哎，有啊，哦，没电。没电。应该有条路可以上去啊。看，从那边上什么？从后面啊，就是要放这座桥下来啊。上去啊！有，那边有个拉杆，你拉一下。哦，有有。哦，我们把电源转到那个拉杆去了，那边应该就可以动了。Max 安安 ，Max Hi， 电梯，疯狂 Max。拉那个拉杆吗？对吗？啊？一根上去而已、喔。对啊。为什么他这样子分开来玩啊？我会害怕。克里斯大冒险。哎、欸。他妈的，一个人打舔爷哦、喔，不会吧？三。靠背，这个怎么打？我先不要靠太近了，看能不能稍微支援一下。啊！他们动手都忘记了。蓝光弹好像没屁用啊。挂了。被咬一下要30%的血量。我这边可以跳下去。我跳下去就换你上了，这样子不行，我一定要完成我的任务。你这边看得到我吗？看到看到，挺爷，我后退一点，我后退一点。几只啊？在两只、三只。舔爷摔死了，有一只舔爷摔下去了。好像没什么威力啊。没什么威力啊。是啊是啊，我知道，还有一只。在射墙壁啊？没有，我在打他，好不好？挂了啦！你当我是你哦、喔，我没事干嘛射墙壁啊？看你子弹要打在墙壁上面。酸性的榴弹。我听到铁爷的声音了。在墙壁，在哪里啊？哎、欸，这是摔死。打不死。哎、欸，还有两只，三只。靠药，先跑了，那边有东西可以捡，来不及了。不许。就像没子弹，不能打下去。我还在这边看着舔爷舔我屁股，然后一直推这样子吗？后面有怪物来啊！好鸡歪啊！救命啊！有人在抓我了！在舔屁股。靠背，我绳上面啊！他是舔屁股。我死在这里了吗？四只舔屁股。怎么又是跳下来找我了？干！我已经要死了，谁找你？根本来不及啊！干，我死了，完蛋了，没有补血了。这太多只了吧，喂！七八也太多只了吧？我啊，我看到你也死了。这么多怎么打、啊？
又变成跟刚刚的局面一样了。打不完吧？墙壁也没了，墙壁也没了。看我这边还是一堆啊，你那边打得到吗？打到，打到。别子弹。随便拿把枪，赶快开枪啊！真的啦，我都真的。补血一下。坚持，坚持。成功了。来福枪不要，都是来福枪子弹。啊、哦，我捡不到啊！黑子弹说：“哎、欸，我还有听到铁爷的声音啊！”是我这边吗？等一下，帮我看一下，我去拿那个酸衣弹。买个 RPG， 趁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射 RPG， 一根一万呢、欸。有点毅力还是可以过得了的。有啊，我帮你捡了。看一下看有没有怪物了。好、啊。这边有个洞，是不是可以钻下去？对啊，就是要下去开的。好远啊！钻下去开，那我干嘛推这么远啊？不知道。我要推到哪里去啊？这边还有一条路哎、欸。哎、欸，有两条路哎、欸。我先来这边看看啊，那个就可以开你那边的门。啊，可以进去。有了。然后这个搬一下，耶，成功了！哦，那个是铁爷钻的洞啊，北七哦，那小火龙胡烂，急救喷雾，等一下啊，我这边是，我跟你换一个急救喷雾，然后我把那个枪子弹给你，喷雾一个给我啊。Come on, Sheva. Come on. Come on. Roger. 射十到十五发可以宰掉一只，太浪费子弹了。哦，打 boss 吗 ？Gioni, stop right there. Gioni. Bravo. 他说：“你们太棒了。”他说：“他妈的，吉尔在哪里？”吉尔。Maybe I'll tell you. 也许我会告诉你，也许我不会。妈的婊子！呜。之前的面具女，面具男，面具女，在打顺风。面具女，面具掉了。敌人的体力怎么都这么好啊？体能超好的。Stop playing around. We want to make it. 太急了。他说：“不要再乱搞了。”威斯卡也出来了。威斯卡特别帅，笑毛哦。有点红爵，威斯卡，你还活着？这是威斯卡。We last met at the Spencer. 他说我们最后是在那个古堡见面的，对吧 ？Well, isn't this one big family? 他说这是一个家族大团圆，对吧 ？I would expect you to be happier to see us. 他说我很高兴你来看我们的，我们。So slow to catch on. 所以慢慢看好。吉尔，吉尔变坏了。Jill， 吉尔变怪物了。Jill， 吉尔已经被改造了。What？ Are you sure that's her？ 你确定那就是他吗 ？One and only， 就是他，世上唯一一个吉尔。哦，为什么敌人都这么屌啦？
他的装束好帅哦。对啊，哇！换你被屁股夹了，换你被屁股夹。吉尔太强了，威斯卡会瞬移。妈，毁灭公爵，要这怎么打？Let's finish this once and for all. 吉尔秘密怎么那么大 ？I think the odds are fair. Two on two. 他说：“我想这应该很公平吧？二打二，格斗游戏，对吧？格斗游戏啊，这怎么办？” Seven minutes. 这怎么打啦？妈的，吃子弹！七分钟了，打！他们七分钟，七分钟干嘛？七分钟去死吗？哎，干好烫啊！根本打不到他。哎，可以啊。啊！他毁灭公爵去死啊！打他屌！哎，眼睛掉哎！啊，你有补血吗？你要挂了。补一下。自己喷一下不会哦，我不能开啊，我不能开刀居然。哦，对，我忘了，喷一下，喷一下，蛋姐啦，威斯卡让我们喷一下啦，换个子弹啊。他闪身的动作好帅啊！两个一起开枪，他就应该打得到了吧？一起开啊！他做出这些动作看起来有点蠢，又有点好笑。哈哈哈哈哈！他摆 pose 啊，舅舅你没有看过，舅舅你没有看过。我背了，出来。We'll never win like this. Time to change tactics. 上面，他说我们永远不会赢这个的，我们必须换一个战术，我们必须躲起来。这边没有地方可以让你躲的。吉尔，让我摸一下。吉尔，不要扭来扭去嘛。让我摸一下嘛，好悲啊，吉尔太激动了、啊，哇，吉尔这么久不见，身材变得好好哦。我就在那边一直摸，好悲，我被踢蛋蛋了啦。吉尔不要走，让我摸一下，吉尔。你就跟威斯卡玩，然后我跟吉尔玩了，这好不好？威斯卡，吉尔跳去了。F， 哈哈哈哈哈！你，跟着威斯卡，你，你不要死啊！不要死，不要死！你要拖，我们就是要拖时间的样子，好像是拖七分钟吧。吉尔，不要磨蹭磨蹭嘛！你在磨我哪里啦？然后他妈小火龙快点呐、啊！他要挣脱了啦！ You're merely postponing the inevitable. 小火龙，你真的很慢呢、欸，怎么回事啊？你到底在干嘛、啊？哦，看我吗？喂、欸！你好像比较不痛哎、欸。你怎么这么慢呢、啊？你可以动作快一点吗？喂！You can't hide forever. 这两个人在虐吉尔吗？There's no point in hiding. 被吉尔，他这样头撞下去撞好几次了，吉尔都快失忆了。有人呢？没有，他冲到我旁边来了。九九，吉尔起来。他冲冲我！哦哦哦！电手雷的克里斯扣掉，够掉。他威斯卡在动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没办法揍他吧？哎、欸，可以啊！戴起眼镜。Play time is over. 好。哎，成功了。欸七分钟到了，对，时间到了。他的墨镜是换不完的，不管怎样都会有备用的。How disappointing. Yes. 有人要叫他走了。Wesker, stop! 你给我站住，威斯卡！哎。哦
神秘三角地带。Jill, come on, it's me, Chris. 是克里斯啊！ Nice move, 快点挣脱！不对，快点恢复你的意识。Partner has arrived. I'll leave you two to catch up. 既然你的同伴已经到这边了，那我就留你们两个在这边吧。拜托啊，吉尔！拜托，快醒来，恢复你的意识啊！克里斯，哎，恢复意识了。Remarkable， 做得太棒了。他有控制器啊。No more time for games, Chris. 没时间跟你玩游戏了，克里斯。我还有事情要做，你就自己跟吉尔在这边玩吧。有。他好像是寄生体，是不是？类似仪器的东西。他说他胸部上面那是什么？必须把那个东西拿下来。下去，要下去打。按他身体吧。没有。对，可以对他按 F， 拔掉。F。拔掉、拔掉他第三颗奶，靠腰、拔掉了，要多试几次就可以了，多试几次。换你了，换你了，快点摸奶啊，快摸奶啊！F 啊，狂按啊！哎、欸、，AD， 你 AD， 靠背、啊，你 AD 啊，没按到啦，换我了，换我摸。这是怎样才拔掉啊？拜托，好几次了、欸、，AD 啊，你 AD 你可以闪掉。Come on, snap out of it！ 换你。哈哈哈哈！摸不掉啊，够啊 ！AD， 换你。Don't do this, Jill！ 这根本拔不掉嘛！在干嘛？搞屁啊！这在干嘛？我们要先打他胸前的东西，让他胸前的东西坏掉，然后再拔。那你打一枪啊！你打一枪看看，打屁股啊！他屁股超大的，他跑掉了。远一点打嘛！你拿手枪应该也打得到吧？我没有手枪子弹。哎呦！跳下去。手枪子弹，打他不行啊！这怎么打得到他胸前啊？很小一个呢。我看你打到红心之前，他就被你打死了。打他心脏那边，你在打手干嘛？笑哎呦！好像不是这样。Stop this, Jill, answer me！ 现在吗？他前面那个好像有点快坏掉了，发光了，快点啊！他不可以，他还不可以，还要再一次，再抓一次。It's me, Chris. Don't you recognize me？ 我觉得你在对的啊，趁现在，趁现在，他好像快坏了，用力一点啊，洗瓦，他不掉啊。我感觉他快坏了啊！没事就在发电了，在屋顶上。啊！可以，现在吗？可以。靠腰不是这样子吧？哦，可以了，赶快 F！ 你是在拖他胸罩是不是啦？拔不掉。不要急，你不小心把他打死就失败了。等等，等一下，试看看。看吉尔的胸罩超难脱的啦，怎么回事啦？吉尔快坏掉了。再打一次。Come on, snap out of it！ 情报，熊抱他一下，熊抱一下，熊抱。他再破坏一次那个东西吧。你不要开太多枪就对了、啊，小心一点啊！你把他打死了，
没有啊。等一下啊，我来拔，我来拔。拔掉！吉尔，你胸罩好难脱哦，怎么回事啊？拔不掉。靠北！我觉得他快爆了，再打下去他就死了吧。你小心点，不要一直被他踢啊。Don't do this, Jill。他的那控制器一直在发光的。哇！干他再破一次。对对对，等他下来啊。干他！躲一下啊，打不到他自己就下来了。他在上面练功。下来了。摔他一下看看。I don't want to hurt you。靠近距离，然后等一下他挣脱有没有？你就对他正面开枪、欸，成功了，耶、yeah! 还活着吗？Jill，Are you alright？ 你还好吗 ？Chris， 克里斯。你把我的胸罩脱了，好痛！我很抱歉。It's okay. You're Sheva, right? 你是希瓦对吧 ？Yes. I couldn't control my actions. 他说我不能控制我的动作。I was still aware. Forgive me. 我不能控制我的动作，请原谅我。It's all right. 没事的。Thank you. 谢谢。他说：“听着，我会没事的。你们必须去阻止威斯卡。我们不能把你留在这边。你必须这样，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如果威斯卡成功的话，乌鲁波罗斯这个计划会让大家都死光光的。我没事。你必须阻止他。Chris, you're the only one who can. 你是唯一一个可以阻止他的人，在太晚之前。”Don't you trust your partner? 你不相信你的同伴吗？All right. 好吧。Take care of him. 请照顾好他。你是唯一一个可以生存过这个危险的人，你是唯一的希望。怎么还没过关啊？天哪、啊、！Chris， I'm all right。他说我没事。最终决战场吗 ？Over there， 那艘船。好多人呢、啊！下垂奶，完全不穿胸罩的，老了之后就垂到地上。这下去，这艘货轮应该就是第六章了，过关了吧？耶、yeah! oh. 哦！今天玩的真累啊！那个火烧的网卡了好久，然后还有那最后那吉尔，那拔老半天了、啊。吉尔的档案可以在图书室中看到了。